来买两个菜。手工烩菜，吃火馍。我最爱吃的粉条。这想吃的菜馍，陕西人都喜欢吃馍菜。我觉得咱小时候还好吃。咱就做个小松茸烩菜，咱是把肉一切，咱是用的是纯松茸，咱是把它切成这长签儿，自己再炸成小松茸，把肉都切完了，咱再切些五花肉，一会儿炒的菜再给后头放上，都好吃。咱是把肉先一腌，放上生姜，放一点盐，倒上料酒，白胡椒，这把它抓拌均匀。咱是把它抓匀了，就叫它腌一会儿。咱是把面和一和。先打个鸡蛋，倒上面粉，再弄上碱粉，再搁上花椒粉，再倒点肥，把这面给它搅开。等这面和和好了，它就开始炸。给肉再搁点碱粉，把这碱粉炸匀，是把这肉搁到面和后头一炸。再把它炸成金黄，就捞出来，一次还要复炸一回。在这把油温调高，再复炸一下。对了，复炸都翻两下都对了。再把烩菜后头豆腐也一炸，把豆腐炸好了。看咱这菜是准备好的，咱这开始炒。咱先把肉一煸，咱就把葱姜蒜干辣椒倒，再放上豆瓣酱，把豆瓣酱这红油炒出来，把这所有配菜倒，白菜倒，咱这放上盐，放上五香粉，倒上松茸，再倒一点老抽，再倒一点肥。但是它盖烧开，就煮一会儿。好了，好了，咱把青菜、小松茸、盐粉条倒到后头，这不它盖烧开就对了。菜就好了，把这舀。太奶奶这菜，这把粉条都舀下。对，松茸烩菜，吃火馍。我最爱吃的粉条，再自己炸一小松茸，再来一下辣子，这粉条还好吃，咱要是前面去烧了十五块钱，我回来就想让妈做，没有，你这萝卜也好吃，就馍还是那种。